曹操，经典之身，大腕儿。该醒醒了。泰勒，泰勒，我们中国演员早就集体不锅盖了，就差一步，就差一步啊，泰勒！为了借给你们，美国文件不干，你就差一步，就差一步啊！你就是因为缺钙才死的呀！是这意思吧？亲爸爸死了，也就难受到这种程度了。唐国强老师在我旁边居然可以配得流泪，那这个真的是一个老艺术家的用心创作的一个见证。你到现场一定要把自己放开，可能这个情绪跟那个情绪不到，他的气息上都不对了，他接着哎呦，我要把他说完，他依然是一种表演。为什么？他是毛边，最可贵的就是这个毛边，而不是撕得整整齐齐，撕得整整齐齐没了语言的味道。